Okay, so welcome back for the treats after dinner. Okay, 首先呢，我们在接下来在大家吃饭的之后，我们用大概30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如何备考咱们 A 类的小作文 Writing Task One. Okay, 我首先先做一个小调查，我们班有多少人没有考过 A 类的考试？Okay, better. 所以每个人都已经考过了的话，你们对 A 类暂时大概是有一个印象的。那么我就快速的用大概30分钟的时间来过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一共只有30分钟，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最精简化。那么这也是我推崇的备考的方案。比方说你人都很忙，对吧？我一天到晚也很忙，你们现在在备考中，可能大部分人还面临着 final 的考试，对吧？都很忙。在忙的时候呢，有一种生活方式也叫极简的生活方式。比方说大家看过《生活大爆炸》吗？里面有一个科学家叫 Sheldon Cooper， 对吧？他把他的生活都安排得非常紧凑，是不是紧凑咱们很难讲，但是非常的有条理。周一中午吃什么，对吧？周四的晚上吃什么？周六的晚上一定是要洗衣服的，对吧？周三的晚上一定要去 comic book store， 对吧？这是他的生活方式。这样的生活方式你看起来比较 geek， 但是事实上在你最忙的时候，这样的生活是最有效的。为什么呢？不至于说你中午吃完饭，然后就开始坐在那边想，我晚上吃点什么呢？然后想了一下，过了半个小时，对吧？然后好，手头终于开始忙了一下，看了3行纸，发现看不懂，然后又开始想，我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呢？对吧？这种生活方式会浪费你非常多的时间。那么同样反映在你的考试上也会有同样的问题。在你考试的时候，如果你写了上一句就在想我下句写什么呢，是不是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？所以呢，如果听过我大作文的同学，你就已经发现我要求所有人大作文250字写成14句话，然后呢你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用升华写倒装句，对吧？然后你的开头的第二段的第二句话一定是要用分词，第三段的第二句话一定要求你用独立主格。这是我要求你的备考方式，就是说你要细化你的备考。在你考场上的时候，你要保证我坐在考场上那一刻，我不是想在哪边写在哪边，我是在坐在考场上之前的那一刻已经知道我这篇文章要写几段，写几句话，我如何分段，如何去思考，对吧？比方说大作文要求你第二段写完第一句话以后，要求你问自己一个为什么，来帮助你达到你思维的连贯。那么小作文也有同样的方式来进行最简化的备考。好，首先来快速的过一下，小作文写几百字，150字等于9句话，大作文的250字等于14到15句话。 OK， 所以呢等于说你的小作文只用写9句话，把9句话分成4段到5段。这怎么分呢？取决于你这个图表的样子，对吧？长相其实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，4段到5段掐头去尾，开头段是不是你就是一个 leading， 对吧？结尾段是一个总结。所以抛开是不是就变成，其实你只用把图表分成2段或者3段。如果有2幅图分几段啊？2段吧。如果有1幅图，有可能要分成2段，有可能要分成3段，对吧？可能1幅图里面有5条线，2条上升的2条下降的，还有一条没变，是不是可以分成2段或者3段来写？所以呢你要很清楚，小作文第一点你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分段。分段以后呢，把这样子的9句话安排在你的文章中，你的文章马上就会变得很有条理，你自己的思路也会比较清晰。好，接着往下说。这样来写呢，一句话就等于16个字左右。16个字你就会明白，肯定不是让你写什么简单句，你简单句一句话是凑不够16个字的。那么就是说什么呢？你可以写一个复杂句，写了一句话点了逗号，往后再加 which 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吧？或者是你写啊 the number 怎么样了， rising from 多少多少，这样叫2句话凑起来。或者你写2个简单句，拿 and but also 连起来，对吧？也可以。还有再接着往下说，如果你写4段，这是最常见的这种分段方式。写4段，开头写一句话，结尾写一句话。开头写什么呀？这篇图表说明了什么，这张地图说明了什么，这个 stage 讲的是由什么制成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流程图体。最后一段说好是一个总结，所以这篇图表表明了是 A 到 B， 就是2009年到2010年什么什么东西有了一个大幅的增长，这是你的总结，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题都有总结。地图题说好，总的来说 A 选 A 点就比选 B 点要好，
对吧？流程图题，有以上的方法就可以很快速的简便的制成一个什么东西，这是你的总结。那么重点在哪儿呢？重点要讨论的就是中间分的这个第一段和第二段，就是中间这两个主体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大部分同学要的是7分，7分是一个好作文的分数。你要写出来这9句话，不是说我随便写的，对吧？写成什么样都可以，不是这样。句子具体要写成什么样子，用词要用成什么程度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一下。首先来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，应该大家很常见的是什么？评分标准。 OK， 横着看呢，就是这4栏是4个评分标准的方向。第一叫 task achievement， 是从你的宏观布局来看，对吧？你有没有完成别人要求你写的文章啊？然后你有没有写满多少150字啊，对吧？它有一些细节的要求。第二项叫 coherence and coherent， 总的来说就是你文章有没有连贯，有没有流畅。再往下 lexical resources， 说白了就叫你的用语。你听清楚我的翻译，叫用语，不是叫用词。为什么呢？等一下我再细节给你剖析。最后一项叫 grammatical range and currency， 说白了就是你的句子。 OK， 好，我们一项项来看。首先来看第一项，如果你想要7分，也就是说写到一篇好作文，你至少要具备哪些要素？你来看七分的第一点，首先要怎么样？你的文章中不要看 G 类，直接看 A 类，需要有3个点，因为时间有限，不让你细节看了。需要你有什么呢？ Mean trends, differences 和 stages， 这三个分别代表了3种图形，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A 类有3种图，哪3种啊？图表题，对吧？有可能是表格，有可能是线形图，有可能是饼状图，有可能是柱状图，对吧？柱状图、饼状图、线形图要求什么呢？你要有 mean trends。这篇文章这些图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，是上升趋势下降趋势，总的来说变多了变少了，情况变好了变坏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总的。如果写地图题呢，你要对比 A 图和 B 图到底有什么差别啊，选在 A 点和选在 B 点好处到底是什么呀，对吧？如果写 stages 呢，是指你的流程图，你要说总的来说我的这个流程图分为几大步骤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个地方的要求是一个很宏观的很大面的要求。线性图要求你说总的来说它上升了，对吧？differences 呢，地图题说总的来说 A 和 B 最大的差别在哪儿。如果写 stages 呢，要求你写的是总的来说这个制法分为几个大步骤。 OK， 好，接着再往下说，所以它叫趋势对比和步骤，在你的文章中必须有体现，而且呢要靠前体现。 OK，好，接着再往下说到了大的面儿需要有这些东西，那细节上面需要有哪些呢？第一叫 key features 和 bullet points， 叫什么？你要写到一些特别的点。你现在能想到哪些特别的点啊？最高最低，起点，终点。哎， B 线在哪一个点超过了 A， 那个叫焦点，对不对？这也叫特别的点。还有那种你很意外的，可能一开始有然后突然消失的点，一开始没有突然出现的点，对吧？说白了就叫起点、终点、焦点、特别的点，还有最高点、最低点。除了此之外呢，还要写什么 fully extended。 如何来 fully extended 呢？基本上就是说我需要做到一些计算啊，对吧？如果说 A 是50， B 是60，你说 A 比 B 多了10，对吧？ B 比 A 多了10，这样就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四则运算，尤其是加减法，对吧？好，这叫拓展。第二项除了要满足这个宏观的东西，再往下要看要什么呢？第一，它要求你文章要 logically 指的是什么 logically 啊？指的是你的思想，你的思路一定要是有逻辑的。如何有逻辑呢？说白了，在你动笔之前，你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想清楚如何分段。等会儿我会手把手的教你这样来分。分段决定了，就是比方说，如果你说好，第二段我全部都写上升，第三段我全部写下降，第四段我全部都写不变的点，那么这样你写的时候，势必你就会把你的对比放进去，对不对 ？A 和 B 都是上升的，好，说 A 从哪一个点上升到多少 ，B 从哪一个点上升到多少 ，B 比 A 多上升了100%，这样子呢就叫有逻辑。如果不分段，想在哪边写在哪边，一定是没有逻辑的。再往下来说，还要求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 ？Range of cohesive devices， 这个叫连接词。OK， 这边呢，既然我说我要求你每一段在哪一个地方用哪一个句型，那我这边顺便也多给你加一个要求，每3句话必须至少出现一个连接词，并且这个连接词不是 and。